演员朴宝剑在巴黎看秀时与当地粉丝互动的影片仍在网上人气不减，而在看完秀被记者问感觉如何，朴宝剑以流利的英文回答，期间还不忘配合拍摄，相当亲切。It was really nice. The song and was. 外国粉丝也表示朴宝剑说英文的口语非常棒，很多人觉得朴宝剑巴黎之行造型比以往硬朗，十分有魅力，搭配说英文时沉稳男人味的语调，充满磁性的低音跟平时相当不同，纷纷被他讲英文的模样迷倒。Your dress is pretty Korean. Wow. Okay. 网友表示低音疯了吧，超性感，长得帅，嗓音又好听，好适合巴黎。